男子跌落铁轨，幸获员警救出。横滨市中区的 JR 樱木町车站发生男子跌落电车轨道的事故，所幸两名机灵的员警在电车到达之前把男子救起，无人伤亡。4月29日下午9点10分左右，一名30多岁的男乘客突然在月台失去意识，跌进电车轨道。站在周围的女乘客发出尖叫声，使得刚好在场的两名员警发现事故。于是两人跳下铁轨，试图救出男子。此时电车即将到达的广播响起，员警将男子拖进月台下的躲避专用空隙。接着电车马上进入月台，员警成功救回男子一命。